所以我也非常鼓励各位啊，譬如说有空的时候，任何行业都 OK， 但是呢，去实际体验，这么黄金时期，好好的掌握时间呢，充实自己，立定自己的一个志向，然后设定自己的目标方向，大大小小你都要自己会做。我想这个就是个人创业家的精神。